这是假的，这看着挺像的，是真的，我看着他像真的，你见过真的吗？顾小五。 等我娶你啊！顾小五，这只狼真的是你杀的？他是个中原人啊！公主怎么能嫁给中原人呢？ 对呀，真是你杀的！无论是不是我们丹池人，都是勇士。真的。白眼狼王并非是狼毛成白色，而是有一只雪白的眼睛，这才是真正的白眼狼王。真的呀！拜见皇上。 哎呀！听说我兄弟上了白眼狼王，啊！哥，顾小五好厉害呀！老王，这是真的狼王吗？嗯。真有你的啊！怎么了，兄弟？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没事。来人，快叫医官！是。 阿翁，我们先去包扎一下。走。爷爷，您真的要将小凤嫁给一个中原人？ 我铁达尔说话岂能不作数？可是，此人来路不明啊。英雄不问出处。他若愿意为小公主留在丹池，便无妨。一个贩茶叶的商人，居然能打死白眼狼王，这我实在难以相信。不如，再试探一番。
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没事儿，女孩子不要干这些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。行。小五，小五。